今天 Prayer Buff 对老又来第二场。他们昨天第一场2-4输给我们，今天 suppose 这个第一场应该好球，小心这个24号，小心，好，廖森拿球先打出来，好的，James，他好进攻啊。今天好像一开始有点大家都有一点不想跑啊。小心小心，本来要 icing， 我今天应该已经预知到对方开场的话肯定会好球，
拿球，大个子刚才差点没接到球啊。差一点没过去呀。不拿球，我们又一次先进球了啊，这个应该对老尤老应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没有，今天教练做出了一些改变啊，那个特别是后卫，哎呦漂亮，今天跑送这个球立功了啊，回去啊，真危险，刚才连续两次射门。好，控球。这组的问题是啊，这个哎呀，小心啊，小心，看人，压住他，漂亮，他们刚才这个进攻非常漂亮，运气差了一点。怎么这么软，赶紧把球打出去，天哪，好 James 控球，好球，进攻 Jerry 进攻，哎呀，阿 Sir 没接到，今天这个裁判尺度明显比昨天要松啊。
Alex 的射门啊，被守门员拿到。小心，小心，赶紧过来，小心。进。Leo 这球角度没有了，应该还是应该传一下。James 要小心 ，James 要小心。赶紧回来！詹姆斯去拿球，好，这刚这会儿有点乱啊，被对方连续猛攻。行，好的，是 ，yes， 往回来，这个射门还是挺快的，小心这个24号。上上上！我今天刚刚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最危险啊！今天蒙特亚一定是我们的守门员，一定是耶！赶快回来！赶快回来！上上上 ，Jerry 拿球，Nelson，哥，今天已经有3分钟、4、5分钟了，还没到对方半场啊。Leo， 哇哦！穿花蝴蝶一般啊，这个球，控球控得太棒了，必须要给个特写。Leo， 我们的球星啊！
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里面，居然我们差不多也就，哇，他们这个进球也够快。14号啊，又是14号。行了，但是刚才那个球，一人进一个，怼掉了。小心，教练是不是应该刚才换一下人了？哎呀，小心小心，小心，这现在阵容有一点乱。哇，真是危险。第二节比赛开始啊，比分还是2-1，我们领先。好球，漂亮。雷奥又撞人下，今天这个好，他们要重新组织进攻。小心，小心。发送员过来，
不错啊，获得防守不错。漂亮。对方进球了啊！现在比分是2-2，这个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。小心啊！好的，是。Yeah, good. We have a power play. 今天我们第一个 power play 要看一看 ，James 跟
五打三啊。本来没拍到，这个跟不上这个速度 ，nice。换人，换人，稳定一下，稳定一下，暂停一下最好，我觉得。现在要稳定，稳定。不知道教练为什么又把那个后卫的那个轮换换了。我们还是 power play， 别忘了。哎，这高了，高了，高了。Power play 快一点，哎呀，漂亮，我们这是第四个 power play 了，对，第四个。不错不错，
虽然没给六，给六，还有35秒钟，赶快！詹姆斯怎么这个传球也是啊？我靠！好的。漂亮！没进啊，没进，但是这个配合很漂亮，非常的轻盈啊，很有想法的一次进攻。5秒钟，5秒钟，要小心对方的那个。看着大个子的后面，好，漂亮！好的，这个球传得呱呱叫。Shoot！ 哎呦！拉住，好的，漂亮！这个吴小芝啊，吴小芝，上来给一点，给他们一点压迫。哎呦！第二节结束啊，3-2，我们依然领先。暂停时刻啊，第三节不容易。开场阵容。小心，小心！哎，不要给他空间！喂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换人。
又给对方射门了啊，这样子这个球，当然了，现在是对方最强的这一局。谁呀、啊？谁又犯规了？哦 ，Nelson 受伤了，应该没事吧？12号，哎，小心！又是跑送的，小心，看人了，看人，雷欧森要是回不来的话，哎 ，Oh my God， 连续两个，老尤拉现在气势有点下去了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。这个Papa Play如果再进一个球的话，今天Leo大发神威啊，今天是两个进球加一个助攻， Power Play 进球。哎，怎么回来？现在看詹姆斯防守了，漂亮！哎呦！
OK， 越位越，这一轮小心啊，这一轮要小心，不要给这个二十四号拿球。对，好，二十四号又拿球了，小心。Yes， 啊，就是往前抢。哦，小心回来，三打二了，门托呀，守住了。上去，浩浩这个方向带的不对啊，直接往前走就好了。小心这个十三号啊，十三号。啊，不要两个人一起抢。啊，我们的守门员永远值得信赖。注意一下，他们把强力的这一组又换上来了。啊，我们要小心。放点生力军上去也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在，哎，小心，这个在控球上面。哎呀，就是围攻是肯定的，就是进步。哎呀，总算出来了，不错不错，守门员拿住了，他们进攻的人也没进了。五分钟啊，五分钟，中三元，浩浩这个球传得太好了，一个背后的不堪人传球 ，Leo 一个单打守门员的机会，这种机会对于 Leo 来讲基本就叫进。我想老右了，这个时候应该再有气势也没有了。
领先两个球，4-2。危险啊！刚才那一球，哇，杰瑞不错，这一球接得很好。咱们要冲了啊！这个14号要冲了，漂亮！这个球不能等。好，高兴上，高兴上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赶快回来。漂亮。这组打了1分多钟了，赶快回，赶看人。漂亮，一分，哎，OK， 詹姆斯犯规了。咱们看这个又换上了13、14号啊。小心，上去。
好，失误了，失误了。哎，高兴啊，要射门了，高兴。今天我们这个战胜对手，有一半的功劳应该是蒙托亚。哇哦，蒙托亚！哇哦，这个球高了大概10公分。哇塞，最后10秒钟。